想好要买什么了吗？我开箱我买的日本直送商品，他们家真的超赞的，我要列那个免运的标准给你们。我自己也不确定我买了什么，是哦，我买了这个，我还记得我还有补货。这个超赞的，超方便。就如果你们是不太有时间可以研究菜单的话，那这个直接一块下去就很有味道。你要做什么亲子冻啊，然后火锅或者各种突然想喝汤哦。我有买旅行组，因为我自己的旅行组已经没了，刚好这个又比在英国便宜很多。是这个小林制药的这种清洁的东西实在是太好用了，我上一次就是买那个热水壶的清洁，炸好用。我想起来，我这是食物，超级酷！你们看 ，Seven 的咖喱居然有卖耶，买得到，我真的觉得很扯，而且这个包装看起来真的很不错，然后它还蛮重的哦。来一个神户的这个焦糖布丁，因为在英国就是吃法国焦糖布丁嘛，然后我就想说可以吃看看，又补货了喉糖，这没办法。然后哦，我很喜欢吃梅子，来了，哎。这超帅的，这个是那种头皮，如果你很痒的话，你可以弄。不是，我真的很想要实验，我觉得这个很酷。胶原蛋白果冻，老了啦，要吃了啦。小鸡，这超可爱的吧？你吃的时候呢，它会有那个就是可爱的东西。我买了上次的那个牙刷，这真的超赞的。觉得他们的包装非常的优良，非常会打包的日本人。来一个这个实验，因为我自从分享说我觉得好用的防晒之外，就有网友跟我推荐这个还不错，所以我就想说趁这一次买。这个在英国超贵。那呢是这个盲盒，居然买到盲盒，我觉得很酷。然后我买的是这个史努比的，不知道我会猜到哪一只嘞。哦，它是那个，哎，它是那个秋天的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是这个。然后它的板凳。它的板凳是杜乐丽的绿色，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。你们知道一兰有猪排口味的面吗？我真的认真不知道哎，这个好像是不是只有日本有啊？超帅，居然买得到这个，我真的觉得太酷了。那非常感谢上次大家这么喜欢我的开箱影片，那一支 Instagram 的短影片破十万，我一整个非常的意外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想要来跟你们分享一下黑五的优惠，不只是可以送英国、欧洲、美加跟澳洲也是可以送的，那都会根据汇率所浮动，但你只要满额就可以免运。我自己个人觉得以英国的免运条件来说超级简单，因为它上面实在是太好买了，可能你的泡面啊，或是你日常生活用品，只要是在国外看不到的，用这个平台买都非常非常的划算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我的松杰米利用的探险记吧。哒啦！哇塞，我真的觉得很酷，超酷！我现在呢到市中心要走半个小时，但我觉得我只要跟着前面的人走就好了。这里的观光客还蛮多，就很多人跟我长一样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我觉得真的很酷欸，就虽然我不喝酒，但是我觉得它这里就是地超大，然后每一个都有就是一个牌子说是哪一个 shadow 的酒庄这样，我觉得好酷哦。我昨天不是在那个台湾餐厅有喝到一两口酒吗？哎，他们说就是波尔多这边的酒啊，其实没有到真的很顺，顺的是勃艮第的酒，但是波尔多的酒就是很有名。波尔多的酒真的没有到很顺，上次喝那一口，但是勃艮第的酒是还蛮明显的，蛮顺的。就如果你们是喜欢喝酒的话，我觉得也可以来波尔多喝看看，这样。你们看他们酒摆出来就是这种感觉啊！我觉得他们两个也可以穿婚纱，哎，好美哦，超美的，这里超美的，就沿途看的那个风景超美，而且它的那个房子就是感觉从最上面看会超美，所以呢，我有点想要依照我登高的经验，就我前面这个钟楼，我想要知道它能不能登上去，我觉得登上去一定超美，希望可以。哇，这里已经很美了，偷看一下，虽然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家，真的很美耶。我刚刚站这边，然后我现在这样看过来更美耶，这一圈变我的秘密基地耶，真的是酒到哪都是酒。可丽露的明信片。Thank you.
觉得这间里面摆的很酷哎，我不敢进去，但很酷。你们看，还有这一种哎。我买到了，我在这一间小店买了一些小食物，就一个可丽露跟一个饼干。哇哦，这个太酷了，大家！结果我来钟楼好像不用登上去了，这里超美。打算走这个曲奇路，但是呢它真的很难走，非常现在呢想要开我刚刚买的那个小食物。等一下，它这里为什么没有猪肉？因为它那个这里好像奶油酥饼好像很有名吗？就我看到好几间店在卖，如果好吃我就要再去买。意外看到这个好像那种古罗马他们以前洗澡的地方哦，可以这么说吗？但这里很美耶。想要来找一个地方架脚架，但是这边的路都好崎岖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后面很美耶，因为拍到钟楼，还是我就架这边。意外发现，我决定坐在这边吃这个，吃看看这个每一个纪念品店都有这个磁铁，我就觉得很好奇。有就是正反两面，有两个。这里的公共厕所好法国哦，天哪，还蛮干净的啦。哦，这个小店的这个好香哦，超香的耶，法国制。然后这薰衣草味的，我不能去小店欸，我去小店都会买。它是那个浴室的香氛，法国的小店真的太夸张了，就每一个进去都很可爱，而且都是纯法国。回来了，手机已经没电，但我只是要跟你们说，这里半个人都没有，只有我。我买了一个这个薯块，不知道你们，我之前不是有做一个那个巴黎麦当劳的影片吗？我觉得这薯块超级好，所以就买一个这个。然后还有我刚刚不是在那边买了一个可丽露吗？就想说这个就当我的午餐。然后我刚刚有看他的那个时刻表，他好像没有悟到欸，所以我就刚刚就买了票，我想说等一下就可以直接去海边了。对，这一台我在想这一些人跟我一样要去海边，那如果晚上没有车的话会一起没办法回来吧，只能读看看了。大家希望我今天晚上可以回得了家。And under the stars, you pack up your car, cause you're going far away from here. 在排队，因为我刚刚看那个标示，就是他说5点之后就要回去，所以我不知道说到底会不会影响到。我问来了，他说正常，他说 oui， 而且他还比赞，所以我现在可以放心的去海边啦。超安静的。走8分钟会到一个海边，然后我现在就是在走过去，但我发现这附近都是住宅区，所以我好想上厕所。我找到了，大家如果要来的话，在这边哦，8分钟的海边的，好美哦，好蓝耶，这个海水太像假的了吧，怎么这么蓝啊？ Greece, when you call my name.I don't know what you see. Hope we feel the same. I feel 100 degrees. When you call my name. And I don't know what you see. Hope we feel the same.
太可爱了吧！你们看他们还是泡水。If I could show you, I'd hope that you would see all the possibilities. And there's a place for you and me.好像可以搭船。刚刚那个搭船的人说要我去对面的小房子问说一个人能不能搭，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满了，然后关了，所以好，我来去看看，没有的话呢也没关系啦，毕竟我早上先跑去了另外一个地方。他说5:30的满了，6:00过去，6:30回来问我要不要，然后要16欧。哈，海边就是要吃冰啊，是吧？这个距离很好拍。准备搭船。我现在超紧张，因为超晃的。It's an awful house. I wanted to get you.下船，所以他就叫我待在这边不要动。我要给你们看，其实真的还蛮漂亮的，就是我觉得开的时候没有很晕，但现在我真的有点晕，脸好像好晃。但我没下船，所以可以拍这样子没有人的样子。到了。你老师有跟我说啊，这种不行，不能 ，no no， 那就干脆不要吃了。果然厨师都讨厌拳手。来了，这看起来很猛哎、欸。你要不吃啊？吃不哎、欸。哈哈，好棒哦！哦，好酥哦，真的。可颂，它这边可颂也很好。这个。是的，这是泡芙哎！我们现在玩这个哦，我一直觉得很酷。Terrible things started happening when you walked away. So that's why I stay ready. Cause all of my dreams are so out of reach. 我真的觉得好好玩哦！天哪。学门。看是多好吃，我来吃吃看哦，说要买8个的。哦，对啊，我在乱煮哎，在你面前我根本就是乱煮。那我觉得很幼稚哎。你到底要不要相信我？这个鸡柳很好吃哎，他跟他说我超乖。哎，
欸，我最后一餐一定要吃肯德基，而且影片里面的人都知道。每次都是鸡柳，哎，这真的很好吃，然后一定要搭这个酱。我第一次来南法嘛，哎，应该是说波尔多是西南法，但是就让我觉得很想要去普罗旺斯、尼斯那一带。就我真的觉得，哇，我还是真的很喜欢乡下感，就是很 chill。刚刚没开，然后现在大家登机了，他才开。Take another left, it's all the same. And in the end